哇，你怎么跳到鱼群里面去？你要跳到鱼群里面去？啊，那我要来钓林听佑了。哎哎，不可以用那个，打到我会很痛。哎，你们就又想到蛮多了来哈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有。我要来钓吴信义啊，钓他的耳朵，钓他的屁股。哇！Hello。对啊，他一只照相，这样就跟一只录影，然后一只就照相。可是你知道他的那个镜头的那个，就对的那个角度啊，像你这样没有看，他不可以连线吗？连到手机？可以啊，那你就变成要一只手拿，一只手拿手机。不过你其实拿久了哈，因为他的角度有到140度，所以基本上。你只要大概这个范围全部都会进去。哦，因为我之前很想买，可是我老贵。它很方便啊，因为你手机你拿起来，你还要先开电源，啊，然后按相机又按什么的，很方便。啊，你这拿起来就可以照了。对啊。可是它不会待机吗？如果太久没用。基本上你这样连续录影的话，可以。它待机哦，就是你手拿起来2秒钟，它就开机了。它是感应的